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明明已经答应跟他们和解了。我最讨厌别人要挟我。你做决定之前的事那么多的问我，那些咨询我的事情我不在乎。就算全世界误会我，我也不怕。我愿意。 我不想白白折腾这么久，你不能低头，我不允许。就是白白折腾，把你赢回来，不亏。你说什么？ 去哪儿了？有些话不能酒后说，有些事不能酒后做。你现在酒醒了吗？现在问。 这算是和好了吗？重归于好，藕断丝连。但李寻不是这么缠绵的人，那过程也太不正规了吧？他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算数吗？你还愿意重新跟我在一起吗？ 知道我现在问你可能不是个好时机，但如果你觉得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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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碧雪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们和好吧。就这样，公主，咱能矜持一点吗？
我穿过云端指点，风在耳边感叹着遇见，原来表白就这种感觉，飞越极限，真简单。有你看见，但能把你赢回来我也不亏啊。你是不是原来觉得自己安安分分的同事形象塑造得特别好吗？还行吧。其实早就露馅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你不主动，怕我拒绝你，以后连同事都做不上，是吗？其实你不用怕。你问了，你开口了，我也就答应了。朱云，嗯，不如搞点实际的。什么叫做搞点实际的？你要按摩就直说嘛，那个就完了。这个手呀，看完了吗？有奖励吗？奖励还要奖励？要。李轩，嗯，咱们要个孩子吧？想用孩子对付你妈呀？跟这个没关系。那为什么突然想要孩子？我想让孩子跟你做个伴。你比我还大一岁半，都快三十了，到年纪了。不过这个事情还是要看你，咱们刚在一起，你的事业没有稳定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也没有结婚，没有准生证。哎呀，还是算了。算了。为什么就这么算了？我也想要孩子，生吧。生。生。就这么决定了？就这么定了。